民数记七十七章七十七节，话对摩西说：“你你效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从民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数量，按照支派共七十二根，你要将各人的名字写在各人的创上。三，并要将阿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创上，人必各处中必要以其创。四，你要把这些创存在笔墨内。”发归前，就喺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嗯，后来我所见先的那人，他的枪必发芽，这样我必是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人人之事之事，不再踏到我耳中。六，于是摩西晓得以色列人他们的数量，就把枪交给他，按照支派每数量一根，共有十二根阿伦的枪。也在其中七，摩西就把枪存在法规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八，第二天摩西进法规的帐幕去，随之利未族阿伦的帐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香树香。九，摩西就把所有的帐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，给以色列众人看。他们看见了各处数量，就把自己的枪拿起。十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把阿伦的枪凡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被判之子留作纪念。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恩人知识，免得他们失望。”十一，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这样吩咐他。他就这样行了。十二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：“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。”十三，凡埃及耶和华造的，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亡。